大家好，我是刘二蛋妈妈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接着我刚才的那个视频继续给大家录哈，从这个针下去，然后继续绣我的这个半针绣。诶，最怕的就是摸不准针眼了。然后，芙蓉城三月雨纷纷，四月绣花针。羽毛扇遥指千军阵，锦缎裁几寸。看铁马踏冰河，丝线缝韶华红尘。像这些的话，像这一格，还有这一格都先不用管它，我们先走下面这一行。这些的话，等到我们回针的时候，绣十字绣回针的时候，再把这些回上给大家带上啊。继续走这里换行。我最怕的就是十字绣在拍这个小视频的时候，它这个镜头是模糊的，超怕这种的，拍出来的话就影响这个观看的效果。我的 X23 就是这样的，大家买那个 vivo X23 它有这个通病吗？像这里也不用管它。像是我现在又该换行了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又摸不准针眼，老是摸不准这个针眼，那会行吗？我这个X23就老是犯这种毛病，动不动就模糊了，超烦人的。芙蓉城三月雨纷纷，四月绣花针。羽毛扇遥指千军阵，锦缎裁几寸。看铁马踏冰河，丝线缝韶华红尘千丈高。山水一程，我继续，在这里做回针吧。不用，刚才看错了，继续走我的半针绣。其实我这人就是比较喜欢做那个十字绣回针的那种事，因为回针的话超爽的，一大片的那种半针绣挨个回特别爽。安安静静的绣一会儿吧。遥指柔波尽千万针，杜鹃啼血声。芙蓉花瘦过尽缤纷，转眼成归尘。斩歌送离人，哎，其实十字绣这样子，就是上下递针绣的话，如果说你做得很熟练的话，递针绣也是蛮快的。真的，摸准这个窍门，做熟练就可以。天哪，好，总是喜欢摸糊这个镜头，老是。超烦人的了，我想换手机，我不知道换什么牌子的比较好一点。这个 vivo 真的太垃圾了。不是，我故意在这吐槽 vivo， 它这个拍摄小视频真的很容易就模糊。是不是手有点疼了？
晨三月雨纷纷，四月绣花针，羽毛扇摇着千军阵，锦缎裁几寸，看铁马踏冰河，丝线风韶华，红尘千丈等，山水一程，风雪再一程。红烛枕五月花叶深，六月杏花村，红酥手青丝万千根，姻缘多一分。等残阳照孤影，牡丹染铜樽，满城牧笛声，一人一梦望君踏归程。哎，算了，今天不秀了，秀的手有点疼了。剩下的这些的话，我明天再给大家拍小视频吧，我明天再秀吧。关注我，学更多。大家想学十字绣的话，就是可以继续关注我，关注我，我会每天给大家更新这个十字绣的小视频的啊。拜拜，我不绣了，手有点疼了。